莱美医疗器材是一家针对睡眠呼吸终止治疗的一个新创公司，目前公司是在竹北生医园区，那公司目前大概有40多人。那我们的产品事实上是要取代传统这种治疗呼吸终止的这个扬压呼吸器。那我们的器材的优点是它非常的小，它是利用电池的来驱动，那它是一个很简单的口部界面，它佩戴的时候就是对病人的干扰是最少，然后可以让病人比较容易入睡，然后不会让他一起就是等于他的家人会受到干扰。那我们这器材事实上今年有得到那个德国的 IF 的 Design 大奖，另外还有意大利的这个 A Plus 的设计奖。那这个产品事实上已经拿到欧盟的认证，那现在我们今年开始就进入这个市场，在欧洲或是东南亚的国家。那我们持续在申请这个各国其他各国，包括美国啊、台湾、中国的认证。那这个产品是算全球独创，它在全世界都有专利，目前已经获证了有50多篇专利在各国，那申请中也是有40-50篇。好，谢谢。